嘻嘻。谢灵宝对戳戳我。今天露额头，对，我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大家觉得我这个发型如何？哎，可是好像有点看不太出来。那我用这个好，而且也看不出来，这样子不行，这样子嘞，这样好像有点看不出来，这样嘞，哇，看不出来。等一下哦，这样看，哦，有没有什么没有遮到额头的？哇，糟糕，看不出来呢。啊，这样好像看不出来呢。我这样不行呢，为什么我的荧幕今天那么僵呢？这样嘞，哦，好像好一点。流浪武士头吗？哎，大家如果我这个是新发型，大家觉得怎么样？就是如何？大家觉得怎么样？大家觉得是否是 OK 的呢？就是有点须须毛，然后这样子这个发型，为什么要用特效呢？特效有够丑的呢！你说这个特效有够丑的是吗？Oh my god！你好伤人哦。可以啊，有点帅气耶。真的吗？那我就这个喽。大家觉得如何？我来截个图。我来截个图。行，可以能，真的吗？好，就这个了。好，就决定好了。好看，好看。所以特效都很碍眼呐、啊。好啦，等一下看一下，没有特效的感觉。就是，你们看得到它的编发效果吗？可是也不确定会不会过啦，就是先问问看，对，就是这样。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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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
这样好看吗？好看吗 ？Hello， 陈恩 ，Hello， 回回，大家晚安。有差吗？什么东西有差吗？有啊，比较漂亮啊。偶尔绑可以啦，公式法可能要有好几个月，你要想清楚哎。对啊，直男，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Hello， 一一一，可以的可以。我今天想说来个帅气风格。Hello， 晴天 ，Hello， 流星。我跟你讲，我为了用这颗头，我差点迟到，大家知道吗？我真的超紧张，我刚刚真的哇，那个妆哦，直接是用标的呢。Hello， 阿烂 ，Hello， 一凯。Hello， 北极熊。哎，我这个怎么打不开？OK OK， 打开了打开了。新的牛哦，等一下，要把它贴起来。它这个品牌太大了，要把它贴起来。哦，它不是贴纸，我有什么贴纸可以把它贴起来呢？让我来瞅瞅啊！就是你了啦，就是你了，就是你了。流星有两个哎，哦，一个是黑流星，一个是流星。你转没有品牌那一面啊，我怕我不小心转到，我就完蛋，我就 GG。安安和阿努纳奇，把它遮起来。讲，嗯，好好喝哦！你再不遮 logo， 哎，我真的吓一跳哎，我真的没注意这么多。Hello， 优哇莎 ，Hello， 古兹曼 ，Oh my god， 这太好喝了吧 ！Oh my god，Hello， 嘉宏 ，Oh my god， 它好好喝哦，我天啊！Hello， 月月，对啊，好久不见的额头，啊，我最近呢，就是想要对自己做一些改变。Hello，Jerry，Hello Sally， 参拜万神，这有没有遮没差吧？有，差很多，好不好？差很多。Hello Marcus，Hello Marcus， 包装那么大片，包装，没关系，他把品牌名遮住就好了。
音量无法改变，很好喝啊，很浓的芋头味，真的。哎、欸，朱莉恩有喝是不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欸，哎，它超好喝的、欸。Hello 瑶 ，Hello Only， 你的痘痘贴，哦，最近又长痘痘，好痛哦。要改变的话，从洗头开始。没有，我跟你讲，这个呢，你不是昨天没洗头吗？当然啊，我昨天当然没洗头啊，我前天有啦。Oh yeah， 红够了 ，Hello 阳光港 ，Hello 阿鹏鹏。大家晚安晚安，痘痘是本体。Hello 季风凉，哎、欸，我最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有好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欸。Marcus 主持好，关于 MC 蛮有趣的，真的吗？谢谢 Marcus。话说你们礼拜一聊过看错镜头的事情吗？啊、真的是有点足，你不可以再看错镜头了，真的是，都是我的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一定要改进，我下次一定要改进。大家九月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跟你讲，哈，你们会看到全新的祖祖，真的。还有嘉君，还有 WZ， 还有佑英，还有小恶魔，还有季风亮。Hello， 兔问，西恩礼拜一没来吗？我怎么不太记得了？嗯，西恩有吗？礼拜一有来吗？嗯，我有点忘记了。二手，哼啊，是啊。Hello， 鸡宝宝，一真姐妹生，哎、欸，我还没祝他生日快乐哎、欸，我赶快等一下祝他生日快乐。哎、欸，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我最近一直狂听这首歌，这首歌实在是太好听了 ，My God！ 谢打 BZ 啊，真情告白，有没有看错？是导播刚好没切到镜头哎、欸，不行，这个我们不能怪导播，这一切就是我们没有，你知道，不够专业，一切都是我的错。Hello， 发生什么事 ？Hello， 么么 ，Hello。大师，恭喜吉米都中奖！我们一定要，你知道，就是这就是我们的特技，你知道吗？要读懂导播的心。晚安，鸡宝宝，你看中午我只能签到哦。有，再给祖祖一次1分55秒的机会吗？没有问题啊。等一下，1分，1分50秒呢？这个。九月我还在考虑要不要九月看撒哭来，没关系，你慢慢考虑。如果有时间，然后有这样子多的预算的话，可以来看看我们撒哭啦。我要干嘛？我要分享歌给你听。我觉得你们一定听过这首歌了。这首歌我真的跟这几天真的是狂听哎、欸，是1分55秒吗？对，先给你来发个红包，谢耳机宝宝。万一1分50秒给祖祖特写了怎么办？哇，我跟你讲哇，那我跟你讲吼、哦，一定美到爆炸。哎、欸，有一首歌什么美到爆炸，什么穿我的心衣，它不是有一段什么美到爆炸？什么那段是什么？什么穿什么衣服也要美到爆炸？我有点忘记了。这首歌真的超好听的，来大家听，这首歌叫《Down Down》。导播心里是什么？啊啊啊！公演不能回放，不能飘走音秒数，不能飘走音秒数是什么意思？导播心里没有你，你怎么读心啊？导播，请你心里有我好吗？我们需要很大心灵的交流一下。Hello， 宗盛，1分55秒 ，MC 的时候做表情，为了截图，只是不能公开哦。不能公开是不是 ？Hello ID 重复 ，Hello 欧利欧 ，Hello 思源 ，Hello Tomo，Hello 上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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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冲出来当当。当当当，谢谢耳机宝宝，求求我。当当当。真的，这首歌真的超洗脑的。Hello， 乖乖。所以我只能说，你在那皱在一起的脸是我的手机桌布。
才刚这首歌好听哦。哇，这是什么东西啊？发生什么事了？哦，原唱看你这样唱，应该会想。好，咸阳，现在在用额头演绎吗？我跟你讲，我今天来个就是很煞的造型。Hello， 咸阳 ，Hello， 龙龙 ，Hello， Alex， 你现在是不是在乱跳？没有啊。Hello， 宝洁啊，乖乖。你们镜头也没有主荧幕红点，怪自己，这想法真的是不用啦。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要习惯啦。我觉得也是要，就是因为毕竟也是第一次合作，如果再熟悉一点的话，我觉得抓导播的那个感觉，应该我们会抓得比较清楚，也比较知道他会用哪一个镜头。谢谢嘎宝 B 的行李箱 ，Somi 难得有好歌啊 ，Somi 这首歌真的超好听的，真的 ，Oh my god。这个 Oh my god， 你知道这个 MV 我大概刷了10次吧，好好看哦 ！Oh my god， 她是辣妹，她是这个超级辣妹。好，没关系，我们来听活化脑部，活化脑部音乐105分钟，激活大脑前头叶，海马体智力 up， 记忆力 up， again。所以所觉得你这样吧，在音组会很高调哎，完全不能跳错哦。这是个问题呢，好看你给我跳 cover 啊，同期我还是推，真的假的？你是哪一个同期啊？你是说 I O I 吗？抓导播心理，结果下一次不是同一个导播，哇哇，这就难了，这就真的难了。上次拍舞蹈 cover 到现在几个月，一年了吧 ？Hello， 福福吗？Hello 夜悠，祖祖也是辣妹啊，真的吗？祖祖今天是辣妹，祖祖今天把一个辣妹法，就是被那个 Somi 就是找烧到了，就是想当一下辣妹。Hello Peter， 对，没错，谢搞宝 B 的行李箱。Hello 默默无闻 ，Hello 小易 ，Hello 西兰，晚安晚安。哎，各位各位，我真的最近有一个东西，还有想要推荐给你们的。最近因为我就是有点想要帮竹妈测这个东西，所以呢，我就是去搜寻了关于这方面的东西。你先让游击喜欢上你吧，你看看，你看云爵前辈，不管导播有没有用，都贴上去去拍。好，我会加油，我会让导播心里有我的。导播，请一定要心里有我。谢宝洁戳戳我，谢宝洁。好柚子，谢宝洁的戳戳我，谢宝洁好多好多戳戳我，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哦。谢宝洁好多好多戳戳，谢阿烂的背包屋导播，但是我拒绝哦，怎么大家都拒绝哦 ？I'm so sad。哦，哎，有红包哎，祖祖慢慢来啦，我要去找我家国宝宝了。哎，国宝宝今天有开放是什么？开播是不是？哈喽米宝宝，还有剑骨。首先你脖子不要太僵硬，死盯着荧幕。没有，跟你讲，我真的对不起，我下一次你们会看到不一样的我。我跟你讲，这次真的就是大家请原谅我。我跟你讲，这次我真的哦，跟你讲哦。袁子竹。话说现在选情告急，你年龄要出个票吗？好啊。那我就虽然放下了，但是我们来出个票。出个票是什么意思啊？红包来了。对啊，红包来了，红包，红豆，大红豆，芋头，左 Hello 小火龙 ，Hello 皮卡丘，刚吃完哦，好好哦。原子竹是油头系女友啊，可以，谢谢的玫瑰啊，很棒很棒。哎，我一直以为，我一直在思考我自己到底是什么系女友。我觉得我应该是女神系女友，没有人怪你啊，无论是认真还是笑，你画面都足够。真的吗？你抠啥？你刚不是吃炸鸡吗？你呕啥？哦，你呕啥？你刚不是吃炸鸡吗 ？Oh my god， 超好吃的。我呕啥 ？Hello， 西西和啊女神系的部分。像吗？像吗？是不是超符合我的？超符合我的设定。等一下哦，把嘴唇画大一点。
Hello， 史密斯。小嘴唇的困扰，每次上舞台笑的时候啊，我跟你讲，我这次都不敢太大笑，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跟你讲，我们小嘴唇就有一个问题，吵闹续女友一定是这个啊，是这样吗？谢谢大家。Hello 飞宝宝 ，Hello Tammy。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就是一直很视觉系女友，小嘴唇很适合嘟嘴嘴吧？可是我跟你讲，有嘟嘴嘴可能真的还不错，就是在画面上觉得还蛮好看。可是我都不敢大笑，因为我跟你讲，我们小嘴唇就会这样，大笑的时候我们就嘴巴就会不见。你看，我现在是画出来我才有嘴巴，你看我上面嘴唇就不见了。痘痘又同一个地方嘛，超痛的啦，很痛，超痛的。小嘴唇可是音量却很大，真的吗？新发型来看一下，怎么样？美吗？今天是 new hair style， 擦掉，我要对比。你说我你 ，no， 你这样很失礼，不可以让女生在镜头前面素颜 ，no。好啦，我不可以。我偶包 ，Hello 玉超，我超偶包。好好喝哦，心情真好，有美哦，棒棒哦。哎，对了，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惹怒男友戏女友。哼哼，果果每次开播都素颜。哦哦，好啦，偶包。听说嘴唇薄表示薄情，我只有听说嘴唇薄很，什么很擅长讲话，这是我听到的啦，就是说嘴唇小的人很适合讲话，这样，就是很适合就是一直讲话这样。你不是有拍放下偶包吗？就是我现在已经要捡起偶包啦。阿国都开播才开始化妆呢。郭宝宝可能就是郭宝宝可以接受，但我自己内心，我的心过不去那道坎儿啊，我真的过不去啊，我真的不行啊，我适合讲话跟讲不停不太一样哦，适合讲话跟讲不停不太一样。那我还蛮适合讲话的啊，然后我也讲不停啊，现在这样两个包含都还不错。你现在还有偶包这个东西吗？好像有耶，蛮不错有的。等一下啦，你们先让我推荐好吗？各位，你们先让我推荐。我要推荐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基因的分析，大家知道吗？女神系哪有，才不是这个嘞。谢谢博成的狮子度哦，拜托别说话。哎，不行，这现在从头到尾都不讲话，我的直播间就是真的就是大家要听这个活化脑部音乐了。Hello， 人好，晚安啊！听起来很高贵，这个业配太高级了。哪个业配？你说活化脑部音乐吗？你好好说，我们认真呛。什么？你看是不是我超适合讲话的？就是好好说话，100分，基因检测吗？对对对对，呛爆牛肉，冲爆牛肉吧！活化脑部会让人睡着，哎，这有活化脑部吗？快睡着了耶！真的吗？听久了会想睡觉是正常的吗？真的假的啦？哎，我觉得它还蛮有活化我脑部的感觉，蛮有 feel 的。那不然我们听 Pretty Savage 好了，跟 Love Sea Girl。谢谢豪天的玫瑰 ，Hello 李真。好难。别人送我的礼物。没有活化脑部啊，因为无脑。Blackpink， Dun in your area，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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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n。 不是因为频率很一致，如果一直听的话，容易放松跟睡着。
是这个原因啊。那他为什么说他可以活化脑部？竹妹还是有脑的吧，毕竟是在是。嗯，先嗯嗯，什么什么东西？还有 WZI， 还有李真，还有大福，还有 Mita， 就很贵啊。之前公司体检的时候有看到广告，对，我跟你讲，真的超贵的。可是因为我有点想让竹妈测，所以我有一点想要问大家的建议。大家知道吗？最近蛮红的那个，刚刚那个音乐差点睡着。Hello 阿浪 ，Hello 胖花花 ，Hello 丽，他就是那个，他就是可以测你的好。竹妈要全测吗？我想要让竹妈全测，因为放松脑细胞才会增加活性。哦，还几个重要的项目测啊，我想让他全测哎。我想让竹妈全测，大家知道有居家测的那个吗？你知道吗？就是他现在有一个新的东西，是可以在居家测说针对常见的哦，没有，因为不是，因为全方位测的东西才有我想要帮竹妈测的东西。女神，感谢雨婷 ，Sky，Hello Sky， 你的雨婷是我认识的雨婷吗？是吗？瑜伽就是频率哦。哎，我前几天上完瑜伽课，本来想要就是要拍照跟大家分享一下，结果我就不小心睡着了，我就忘记了。哦，评估过就测啊，嗯。所以不是，我想要问大家，就是大家就是觉得测，大家知道那个牌子吗？就是我好像不能讲那个牌子，对不对？反正它就是有一个。它是一个形状的英文名字的测验，大家知道吗？就是现在它好像有，竹竹今天穿是什么衣服？是什么卡通人物啊 ？Fila 的卡通人物 ，Fita 是什么 ？Oh my god！ 我讲错呀！哦，看在你的居家女友很震撼。哎，对，我想到这个，你们怎么会有那张照片？我上网怎么查，怎么都查不到。Hello， 中影，为什么你们找得到那张照片？笑了，你们烦呢、欸。Hello， 周周的锤锤，谢谢你的玫瑰。投票那边呢、啊，到底在表达什么？全基因检测可以看有多少几率得。对对对对，没错没错，西恩，谢谢中影的心路历程。有什么照片外流了吗？不是，就是，我想要找那张照片，就是对，那张照片有胸，呸，啊、没有，什么都没有。Hello， 博弈。你自己交出去的照片，自己不知道用哪，再不看光，不是我这问题是我有去官网看啊，官方投票那里，哪里有没有亮点？什么啊？嗯，那张没有什么啊？你们到底在哪里找到的、啊、？Hello， 萌萌 Only。还有卷，投票问卷那里面吧，什么意思？所以你要先填完问卷才有那张照片，是不是？哦，所以我才看不到，不然我想说为什么我都找不到那张照片？我想要下载那张照片的说。Hello， 志伟哥 ，Hello VIC， 不用，你们有吗？可以传给我吗？你点开分组就能看到啦。不是你连照片放哪都不知道吗？我知道要放哪，可是我不知道它放在哪。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是我知道它要放在哪，但我不知道它放在哪。你懂啊？问卷要点组别啦，哦，就会看到了，是不是？哦，谢谢志伟哥的玫瑰。你对你的照片长按。Please say Chinese. I'm saying Chinese. 是，我知道它放在哪，但我不知道它放在哪，就可以储存照片了。好 ，Option to be loved.
我与欧化西那子一什么 ？Hello， 大将将军。外甥怎么？不然我传给你好了，谢谢志宏。哇，我很开心哦。好好好好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还是我打注音，竹竹来念。好啊，好啊，来试试看。瓦达西哇，可以做到怎么讲？瓦达西哇，什么？七系青蛙之歌，还有这首歌哦，《七系青蛙之歌》。七，竹竹法语讲的真标准的，我中文应该不。七系青蛙之歌，这是什么东西啊 ？Hello， 秀一宝宝，孤寡、哦。猪啊，猪猪，你是不是会讲阿拉伯语？Hello， 水泥宝 ，Hello， 戴戴 ，Hello， 树宝宝，五瓜，五瓜，五瓜。古瓜 ，Hello， 阿兰宝 ，Hello， 蝶豆花 ，Hello， 打什么打起来？注意打开以来是什么？打开以来，好小盒子，好。古瓜，话说你的聚焦，你有照大家都说是竹妈哎，就是可能太美的部分，一直在一开播在干什么？是吗？你被码掉了，我只看到一开播在迷什么？古瓜，古瓜，好笑哦。好好笑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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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瓜！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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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苦瓜！苦瓜！那你就当我说迷什么吧。好，我要来寻找我的宝宝了。哎，今天怡真前辈是不是在庆生啊？宝宝，宝宝，你今天画什么颜色？我今天还在化妆当中。哎，我刚刚才说，我说我没有办法素颜直播的，说他们大家就说国宝宝都素颜直播。不是，我不是故意的，我最近也没有办法素颜直播，但是因为我刚刚睡着，所以我真的来不及化妆。你刚刚睡着了，猪猪有洗头。果果也有洗头，果果好棒哦！可是我昨天没有哎、欸，啊，所以你是刚刚洗的？没有，刚刚没洗。那你就不算是有洗头啦、啊。我礼拜一有洗啊，这样子叫做有洗哦。嗯。哦哦，我是昨天洗的。好的，晚安大家。怡真前辈庆生，你找果果是哪招啊？就怡真前辈在跟宝宝们庆生，我当然是找果宝宝。对，没错，是。我们的话题围绕在洗头、欸，哎，还有化妆啊。谁 ？Hello，Hello。我今天吃了顶泰丰。你今天吃顶泰丰啊？哎，猪宝宝，我跟你分享，你知不知道这个？哎，我今天，哎，宝贝啊，我们是不是不能讲？什么？您可以讲吗？顶叉风啊！OK， 你刚刚自己听到全名了，好不好？你太这样太……我今天吃炸鸡，我本来正要跟你分享，然后我发现我不小心讲品牌一名。好哟！哎，宝贝，你看我这个发型，你觉得怎么样？很好看呢、欸，而且我跟你说，跟我那个跟我回归的发型一样。可是真的，嗯，
猪宝宝，我跟你分享一件事情，我有点就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怎么了？就是我今天穿我的短裤跟裙子，我全部穿不下，它卡到我的大腿，上不去。这是我高一的裤子吗？还是就是反正我通常都是一直穿这样子，我从来不会有这种问题，你知道吗？你完蛋了，很完蛋吗？你有没有觉得赞了？穿的非常狠吗？还是还好啊？你这样不行哦。对啊，怎么办呢、啊？那是我高一的裙子，我穿了两年，应该是还说得过去吧。好啦，可以啦，可以啦，我觉得可以。你现在长大了，你现在已经就是要开始，就是开始长一些该长的地方了。现在开始长。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好好好，开始要对要成熟了，对对对。你看你看，跟这个发型一样哎、欸，那我就今天就这样给你直播好了。好啊，欸，好好看欸，还不错哦，好看好看。我也想要，我也想，我之后想要用这个发型。可以耶，欸，你在哈，我还没想好欸，真的。不然我们来用个一样的发型。可以啊，可以啊，很不错。可是我绑不上去，我刘海太短了。我等一下你怎么绑上去、啊？我之后教你、啊。有刘海吗？我之后教你。啊，可是我觉得有点不太敢绑这个。哦。会不会看起来你哎、欸、很大？因为你脸比我小大概两倍。那就我很吃香啊！我站在你旁边看起来就会很瘦。那我算了，我换一个发型。脸还很小。好好好，我们一起啦。先不要。感觉好像蛮好的哎、欸。我跟你讲、oh. 我跟你讲，你可能就是要做一些修饰啊，我等一下帮你想。真的哦，我等一下帮你想。我需要、欸、我很需要。我想想看有什么修饰，因为其实你很好做，是因为你可以用卷卷啊。啊，对，我是会用卷卷啊。嗯，你可以用卷卷，我的直发就比较麻烦一点，因为直发拉。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就很好看，你这样有个很帅气、清纯、适合你的感觉，就是大姐姐风发。可以，你看我的指甲、啊、有，我看到了，很好看，而且还是雾面的。对啊，我自己粘的哦。祖祖，你是把果果当衬托你瘦瘦的标的物吗？什么意思啊？说我很胖吗？的全说的。德全，我先问你怎么跑过去，你给我回来！你怎么跑过去了？你先走。抓到了，抓到我在啊！哎呦，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再怎么胖还是比竹瘦啊！当然、啊，他现在超瘦的，我真的是算比较胖的，没办法。可能，那是因为你有肌肉，好不好？谁叫我那么肌肉？不会，你的脸已经赢我。我就是爱吃，我就是爱吃，我就是爱吃，我就是爱吃。哎，珠宝，你会不会很会在那种卖场就不小心花很多？会，这真的不是故意的，对不对？我故意的，我就是要花很多。对，我昨天去逛街，也不是去逛了，就是我去买那个日常用品。嗯，买一买就哎，怎么就这样子？买了好多次的。你买了什么？我买了什么？我买了那个洋葱饼干，你知道吗？在外面我也懒得拿进来了。你说圆圈的吗？很小包，很小包。对对对，很小包，很小包。我去叉雅，你知道吗？叉雅。叉羊是什么？叉雅，叉叉雅，不是，就是那种，也算是那个你说美妆店吧？娟雅吗？哎，宝
保全保全啊、哦，保全保全 ，OK OK， 好好好，明白明白明白。对啊，然后那我根本没有买什么，我还买了那个，我还买了芳香的，你看这个超可爱的，好看好看。哎，我跟你讲，你知道我最近我对其他，我不是对其他东西都很没有物欲吗？但是我觉得我最近对居家用品蛮有，蛮有。我跟你说，我真的是，我一直跟国妈讲哎，你是翻白眼吗？这次我真的很困难，因为居家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居家用品真的是买一买实在是，哎、欸，我跟你讲，我也超喜欢去那边买东西的。我很多化妆品都是在那里买的，他那边有好多可以买的。然后以前那就是我跟你讲，我的那个 Too Cool 圈圈圈牌子的所有东西都是在那里买的。哦，真的，很便宜，然后又很好用。然后但是我现在都用在官网买了，因为我现在连去店面逛我都难。对。蓝珠宝，超级蓝，没错没错。最近一直买居家用品，是因为最近勤于当居家女友，对不对？真的，我最近是因为在收垃圾，因为竹妈开始丢我的东西。那你继续买，因为我就是想要买，我就是想要买。我跟竹妈说我想买，然后竹妈就把它通通丢掉，就把一些东西丢掉。嗯，保养品的话，我最近没有什么在啊，有我最近买，你知道理肤泉水吗？你知道这个牌子吗？知道，这个很好用，对对对对，很好用，很好用。哎、欸，我跟你讲，我刚刚在开始前也在那边，一定要就是我们小嘴巴的困扰，没错没错，我最近买他们买一整个系列的那个。喷的那个水，我跟你说，我买的是这个的，好好用哦。这是什么？对，这就是水而已。那我给你看我的。好，我跟你讲，不行，西恩，我要给粉丝，要给粉丝抽的礼物是要是新的东西，对不对？嗯哼，没错。我有点，你刚刚什么意思？给粉丝抽，所以你要抽给粉丝？哎呦呀！哎呦呀！哎呦呦！哪里？啊！就这样。它是保湿的吗？对。不错，还好用吗？有保湿到吗？很好用，我跟你讲，现在超好用，就因为加上现在就是，而且你是那种会流汗、会脸会黏黏的，对，你就这样湿完以后，然后吸收一下，然后擦干。Oh my god， 脸超舒服的。必须得买，不行，我已经那个，我最近还那天还我昨天还买什么，我有点忘记，我就是买那一堆就是家里用的东西，要买买，真是，我真的觉得居家用品其实也是很花钱的一个东西。真的，哦，还买了这个，真的超好用的，哎，有点头发，这个什么？就是你知道吗？可以拍回整，我以为是刷背的耶，不是啊，就是。就是这样子啦。我想买刷背的东西耶，你知道？很好，哎、欸，擦澡就是那种洗澡的时候配对对对对对对。哎、欸，我都有在用哎、欸，那很好用，就是很舒服，我超喜欢的。我每次澡都一定要自己搓干净。嗯，我之前有，但是现在就是后来丢掉，然后又再买了。可是我们要，他们大家说要送我们用过的东西才有价值、欸、那我们赶快擤鼻涕，卖卫生纸。那我这个抱过的企鹅好了，这个，哎、欸，真的，你真的好用心哦，好可爱哟、哦。对呀，还喜欢它。嗯，还有大福哥，还有小鱼宝宝，好想你哦，宝贝。我也是。哎、欸，我想要约你去做一件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请约？我现在可以讲吗？现在是这个是可以的吗？游泳这件事情是可以的吗？可以啊。哎，拜托，我们去那个，我之前去那个叫什么，在市政府旁边，在那个一个饭店楼上。可是现在好像说什么下水要用游泳专用的口罩，该不是透明的那个吧？对，我超想要游泳，真的是。那你要买吗？因为我要买，我想要先买。好啊，那你传给我，我再买。我直接帮你买。哦，好，那我再给你啊。
哦，我买了，你要吗？那我们再那我们一就起可以游。去游泳，可可是以。要开但是我放都还假有两吗？看，我就会在旁边耍飞。可是好像有很多还没开，要看哪几个有开，而且要看我们那时候人数如果过多，我们就不能进去。哦，我们去那个啊，我们去饭店的，饭店的人比较不会那么多吧。饭店的吗？可是饭店的有开放吗？饭店的反而不会开放吧？我有那不，我之前是去，因为我有那个买他们那边的，对，之前有买，所以就可以去。可是现在不知道，因为很久，我真的没有，对一直没有啊，再因为去。我也有固我定再看看。的那一间，然后我也有买券，可是他现在还没有开，我就不能去。哦。我都干游的游四圈，怎么干游游四圈？甘油是什么意是思？啊，怎么干游？好强哎，怎么干游？你知道这个月底营运会寄送，会寄送什么？为什么我太狠了的去？为什么啊？这个我一直想说，我要怎么关掉这个右边这个小翅膀，又被打到。怎么关？怎么关？我也想要关下面，我刚一直在哦，找，可以可以。我也在寻找到底要怎么关掉。Hello，皮鞋，Hello，肯尼，Hello，玉伟，Hello，鳄鱼，Hello，洛克，请问桌上游泳的意思是桌游的意思吗？七月泳装升鞋，哦，这个月寄送哦，是这个月送，什么意思？哦，这个月就是送。这个月，亲爱的，请不要把，原来我平常那么丑，亲爱的，啊？原来我平常把他们当镜子照是长这么一个回事。我还会剔牙欸，然后每次都被骂。大家没有上次很好。下面有一个小箭头可以关起来，然后大家有看到吗？就是因为大家都说哦，甘油是哦，甘油是麻将，哦哦，甘油也就这样可以。哎，宝贝，宝贝，我讲到这个，你会打麻将吗？我刚学会，哎，我之前不会，我现在会，那我等下我下初播学。再，我下播等下再打电话跟你，我们再聊一件事情，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讲。好，OK，可以，好，可以。我等下再打电话给你。好啊，好啊。啊。我跟你讲，我前几天跟国宝宝跟大家，我跟宝宝们讲，就是我前几天跟国宝宝聊天，然后我们要聊天，结果我们就大概从约了4个小时才约到聊天。是吗？我哦，好像是这样子哎、欸。从 7点就开始我就打一直给你的约，时候，10点了。我打给你的时候，我甚至已经忘记我要跟你聊什么。我们两个就我们在就那会有一个些地方，事情要认真。很好笑。我们两个还要有一丢丢偶包吧？有啊，我们有偶包啊。对呀、啊，对对对。完全关掉有点难，它可以稍微关掉一下。连续关掉什么？买生血针，没抽到笨竹的纸笔了，再没抽到，下次就不。我跟你讲，我觉得大家这个月可以稍微就是稍微，我觉得可以期待下个月啦，你觉得对不对，宝宝？下个月是哪一个？你可以给我暗示一下。是这个月的那个吗？可以期待，可以期待。我要好照片，可以可以。对，就是这样，这样子他们猜得到啊。没错没错。笑到流眼泪，好好笑。哎，我们很有默契。哎，你有可懂？以，都懂我在说什么？你有懂？你有懂？有啊，你也懂啊。OK，这样。对，我觉得下个月可以期待一下。对，下个月是哪一个？下个月是我们两个一起的那个啊。对哈，对对哈。啊，对啊。可是我们都没一起拍照有。哎，有，没有吗？我这里有的样子，我是说自拍耶。好像有，我这里好像有。可是，哦，就一点点，但是不是全身，对不对？对，不是。就是随便拍，不是随便拍拍，就是我有一点你点。的啦，我有你的这个。
我好像有你的，我有点忘记，我等下来看看摄影特点。现在聊得一头雾水的大家，大家好像有在期待吗？下个月要买公演呢，可以啊，可以，大家记得来看我们公演哦。没错。Hello，小严。鸡蹦蹦，谢谢。生日会墙上的大头贴是，哎，我10月生日哎，对耶，我们可以一起去吃饭。我好，19岁，我们就去吃上次你说的那家。好啊好啊，忘记我说的是哪一家，因为我讲太多家。当说铁板烧，啊啊，对，铁板烧，铁板烧，很可以，很可以。我再把那个衣服带过去给你。好，可以。果果洗脚水了，为什么果果洗脚水了？洗脚水就是香港的19岁，哦，果果洗脚水，对，洗脚水，洗脚水100分。为什么大家听到我们说吃饭，然后大家要这样？好像那个。对，洗脚水像广东话的19岁，洗脚水呀，你洗脚水呀，没有错啊，宝贝啊，你怎么那么可爱哦？想你，好想你。真的吗？我也想你。结果后来，哎，那天是你讲的吗？我好像上次好像听到人家跟我说什么，就说我也买了盆腔，说我们果然是师徒还是什么的。你知道我也买了盆腔吗？是你讲的吗？不是我讲的，那我也实在是忘记了。是德全说的吧？哦，好像是哈，是德全。我没有想要飞不上去，但我真的想要抱抱，我想你。我也想你，为什么好久好久没见的感觉？虽然我上礼拜才，礼拜一才打给你。我们等一下约好了，我们等一下约。你为啥会知道师徒？因为你们每次都讲我们是师徒啊，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对啊，阿丽不在就这么花，这样好吗？阿丽现在也移情别恋，她比较爱她女儿，差点说她儿子，她比较爱她女儿，女儿是晨晨吗？不是木木，她家狗啊，狗，木木木木，啊，超级严重，移情别恋。她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婚后啊，就是你知道受到冷落的感觉。爱情的坟墓啊！婚姻是爱情的，不，爱情的坟墓啊！船长说欠5块，那我可能要给别人了。刚刚有人用2000收，我忽然之间想到一件事情，哎，我这样真的是渣男哎！为什么？就如果真的在一段关系里面，因为老婆比较爱小孩，然后爸爸就到处去浪这件事情。那你要小心一点了，要注意一下哦。跟你说，你这样不行，不优秀，不优秀。为什么？因为我就是那个闯入别人感情的，没关系，你是我徒弟，徒弟。我介入，我介入了你跟阿弟的感情。好啦，对不起，我错了，我会去跟阿弟道歉。2050收，OK，我的这只企鹅目前是2050了，3000，两千五，你说3000吗？三哎，我还没跟你分享呢，这是你的那个吗？口红刷吗？刷口红的，不是这个的。这是这张口红，可是哎，你的是什么形状啊？因为我最近有几次，他写什么英文呢？他写，我的是 cream shadow，不是啊，我知道这个，我是说另外一边。我是 I，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字啊？这个 eye shadow 不是 shadow，contour 不是 S 开头的，从开头 shadow。做这个字，不是 shadow，不是 shadow，smooth，s。我上 Google 查，OK，
因为我最近也想要来，就是你知道吗？你觉得这只可以吗？这只是扁的哎、欸，这只可以吗？但是扁的不扁的不好用，讨厌，我没有圆的。这个太大，这个太大，那我再去买一只，我买错。这个可以吗？这个是有点这样子形状。啊，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他二季只想跟粉丝抢，主角不要跟粉丝抢，一万外加一只火箭，5050收。西恩这个开的，你跟我拼了是吧？卷袖子。我们来听一下他到底是怎么念，来听听啊 ，UK 发音。他啊 ，smudge，smudge 是什么啊？我也不知道。US 发音 ，smudge，smudge。你有看一下他的中文是什么？污渍。啊，smudge。无字，他说 I smudge， 哦 smudge， 哎，我这第一次不是 snatch， 不是 smudge， 他就是念 smudge， 污渍这边有这边灰尘， smudge， 然后什么给脸上的灰尘用的，对，哎，宝贝，你觉得这一只可不可以？这一只呢？啊，我知道了，他应该是就是把眼睛周围脏东西弄掉了，是不是？把污渍弄掉、，eye smudge， 是不是？我也不理解，因为真的，我是真的有那种把眼睛下面刷掉的东西，可是它是大片的，有可能它做成小片的。然后哦、我是问柜上的人，那个帮我介绍的那个人说。哪一个适合？因为我想要做一个纯的晕染刷，那哪一支适合？他就介绍这一支给我，我就买这一支了。他说是，就你说是晕染，有没有可能是晕染？晕染的话，我看一下，我查一下他的晕染。Hello， 小生。晕染刷，英文。哎，是哎 ，smudge brush 应该也是。哦，原来。那它为什么是灰尘啊 ？smudge 就是放在不一样的地方嘛，因为它如果单是 smudge 的话，就是。可是它这边又写晕染刷是什么 ？building brush 呢 ？building brush。啊，不是，是 blending brush， 是吗？哪一个？这是哪一个 ？D， 哦，差点讲他的那个 D 圈圈的一个网站上面说，看一下哦。蜜粉刷 ，powder brush， 你可以等我一下吗？我突然有点想要去那个一下。你要跟我的小企鹅聊天哦，我很快回来。好，没问题，你慢慢来。好，那哦，糟糕，现在话题本宅男无法插入。好的，我只会这个是什么 ？S map 是什么 ？Hello 查查 ，Hello 博星 ，Hello 史密斯 ，Hello 小易。好的，那么今天呢，就由我来这边担任。果果台 and 竹竹台的主持人，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来宾呢，就是我们的小企鹅。好，那我们现在请小企鹅自我介绍一下吧。谢谢，很棒很棒，没错，他就是我们家果果宝贝的小企鹅。我就看你如何跟企鹅尬聊。好了，我跟你讲，那我们来聊聊，就是小企鹅。小企鹅究竟有什么特长呢？小企鹅，我们来介绍一下你自己的特长。我这样是对边吗？谢谢他最会的，果果那边企鹅的。我跟你讲，企鹅说他最厉害的就是摆 pose， 哇！哦，鼻祖这么可爱，是不是？不错。当然，我们能够重金请到的来宾，一定是相当优质。对，因为我脖子太长了。我们家企鹅宝宝呢，他说他喜欢短脖子的人。我相信，嗨，宝贝 ，Hello， 是装水回来，哎呦，砸出来。
你知道我的这个夹子是拿朱咪送我的吗？哦，真的，我刚听成是拿朱咪，拿朱咪，朱咪是谁？所以你刚查的怎么样？你有想过那边观众的感受吗？我刚刚在跟企鹅聊天，企鹅，他刚刚自我介绍了，还 跟我们说了他自己的专长。哦，真的，他怎么都没有跟我说他的专长是什么？因为他比较害羞，就是你要用心去感受他的话，这样。用心 ，OK OK。Hello， 兔宝宝，企鹅。哎，宝贝，我没有跟你分享最近疯狂认真喝水。好，没有，但是保利也是这样。大家最近怎么都那么认真？那我是不是应该也要认真？你有没有平常会不会认真喝水？你好像不是认真喝水的人呢。我喝一口牛奶。我之前也是，我好像每次直播都会有一个那个饮料在旁边。那不是饮料，然后最近特别认真喝，那是一头牛奶。没错。你有发现你盖子到我？嗯，我发现我的化妆品都是你推荐我的，真的。像这个凸阔叉叉，还有凸阔叉叉，认真的，顺便叫林一姐妹。芭比叉叉，哦，那瓶真的，哎，我跟你讲，那我现在再推荐你一个，我跟你讲，这个是公关瓶，然后我用了以后，我想超好用 ，My God， 我来康康，超好用，我来康康。装水快点，煮煮都变叫麦姐了。Hello 樱桃猫 ，Hello 穷大兔 ，Hello 红，我要怎么接？搅拌刷，许 C 叉的，啊、哦，许 C 叉，许 C 叉，我超想要哦，这你有没有看到？很不错吗？我跟你讲，许 C 叉是不是好好用的？120色，120，然后它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这样子，它就压不下，是这样子。对，这样就压不下去，然后你这样它就压了。你不要转错边，这样就压不下去了。然后，哎，我跟你讲，这超好用的。哎，我跟你讲啦，我要推荐你那家真的很好吃，你知道吗？那一圈，那一圈，他念那还念呢，我不太确定。圈炸鸡乘以二啊，你在你知道我在说？你知道你今天吃的吗？嗯，你今天吃的。我推荐你那个很好吃，但是你不吃辣，我好难过。我真的不行了。可能连我的宝宝都知道，因为有时候直播的时候我会说，哎，我今天吃这个。怎么？他怎么念啊？他那个是日文字吗？不是，是 Zack。哎、欸欸，那你推荐我一个长得很像乐的那个字是什么？很像乐的字是什么？有一家啊，还是他是同一家？我有点忘记。你有推荐三家给我，有一家。我完全看不懂店名到底在写什么。我推荐这么多家给你，那我们大家来研究研究。哈哈哈。这可不可以啊？我还没问你，这是可以当那个嘴巴吗？会不会太大只？这一只比较像眼影呢。哦哟，我真的没有可以刷嘴巴的，好讨厌哦。我就是叫你去买这个没？什么 I？ 好啦 ，I smart smart 吗？我有点忘了怎么念。Smart, 对 ，Eye Smart， 对 ，Eye Smart。刷毛是可以共用的吗？刷毛就是可以看你怎么用啊。就有些人就喜欢把随便啦。反正人跟人共用还是人跟人共用吗？人跟人共用不行啊，人跟人共用主族无法。但我是说，可能你那个画眉毛的刷具，你拿来画眼线啊。啊，我会，我会，我会。对啊，对啊，我也会。就是要看，但是跟人家共用。可是我通常刷嘴巴的，不会再去刷眼睛，因为它的那个高的状态，这个是不会啊。对对对，对啊，所以我一直在找。因为你看啊，如果用眉毛去画眼线，你的那个材质只要都是粉状的，那你用同一支都 OK。但如果你已经涂了膏状的东西，然后你又再去涂粉状东西，那个粉状东西容易坏掉，就不行了。对，就是对，就是跟广大的男孩宝宝们说一下，就是男孩宝宝们要记得哦，如果到时候要送女生，是直男宝宝，对，送女生礼物一定要多送几支笔哦，多送几支笔。哎，讲到这个，我推荐你一个，你会用磨砂膏吗？
磨砂身体的。我不太喜欢用，而且你的那个味道比较像，就是那甜甜的，比较不适合你。我有点懒，我要跟你分享。嗯，好，你说。我说我有点懒，没事。哦，你有点懒。画笔也是啦，画笔可以啊，画笔可以。竹竹刚刚好正经，好不习惯哦。真的吗？怎么这样？我也是有正经的时候啊。竹竹跟我讲话的时候很容易很认真，对，好像在就是在教他的学那个徒弟一样。我们要认真去讨论一些事情，还是我？对啊，有时候认真的。哎、欸，我跟你讲，竹竹认真的时候很认真。月月，我跟你讲，我这几天也。不是这几天，就是在疫情前，我也买了一支好一点的毛笔，好好写的。你们是师徒吗？你要送我的纸笔干嘛？郭宝宝，我上次跟我的宝宝们有聊天，然后就说 ，Hello， 品贤，就说我们一定要努力，让他们投资的纸笔可以升值。当然啦，我们要一起加油。好的，希望大家目前为止都还满意。我觉得我的纸笔蛮有我的风格的啦，就是我的就是那样子。我也是，我的就是那样子。对，我喜欢那样子。对，我都在画，你知道我在画画，画什么你知道吗？画小老虎跟画大饼。小老虎跟画大饼。嗯。就是画投资的纸笔升值，我都当做非卖品哎、欸。啊、哦，你有听到我说吗？我说什么？我说就是画虎烂的意思。哦，是这样子的意思。画小老虎跟画大饼。我是画，就是我画很，我是希望大家收到的时候可以，就是收到满满的心意。我也希望他们收到满。虽然你也是满满的、啊，你也是满满的。虽然我的画画有点不好看，我画画也很丑，我画画真的不好看。嗯，但我还是喜欢画画。我喜欢化妆，化妆，我也喜欢。啊，那你的眉毛好好看啊！你为什么毛流感这么重啊？欸、我今天乱刷的、欸，你害我好害羞。能够不会啊，姐，我今天很好看，今天跟平常早上不一样，但我觉得今天好看。我跟你讲，好看。我跟你讲，那我推荐你，我最近买到一个超好用的，它是染眉膏，但是它是啊，有你那天用，我跟你那天我跟你讲是不是？嗯，去买，超好用。好，你借给我看，因为我不知道你买的是什么。我哎哎、我找给你看，灵魂画家，啊哈，给我看。最近居家的这个，我真的是看了好喜欢的，因为我最近很喜欢想小的东西放在房间。好，那你给我看，别再摸豆豆了。好，我是灵魂画家，所以就是你们不能够理解我的那个艺术风。灵魂画家，灵魂画家派，我可能也是。这个。你知道这个牌子吗？我其实不太会。你昨天不跟我讲啊？我跟你讲吗？什么时候？之前，他最近真的很喜欢他哎、欸，真的。他有木质调的哦，你喜欢 的。但我喜欢花香。我最近也想要买，可是我喜欢的那一家，我喜欢的那一家是另外，它不是大品牌，是小，它算是东区巷子里面，但是一家我觉得质感非常好的。香氛，嗯，想那么久，我想说，它叫 Wish 圈 ，OK， 不知道，对你应该不知道，它就是在东区的一个巷子里面。我也是，因为它是可以自己调的，然后我是因为可以自己调，我才知道这家店。然后我去调了以后，觉得他们的
每一个味道都好，我喜欢天然一点的，所以它的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香的，觉得不是很贵。好，那算了。谢谢小蛋糕的真情告白。你的贵应该都是价格不菲。室内香氛喷雾五字头。那如果我是真的很喜欢的话，才会买吧。我那个时候是自己做一个，做一罐，然后是1000室内的香氛，插那个自己扩香的，我要自己调香哦。嗯，好棒哦，我也想要。等好一点，我再带你去。好啊，好啊。没有啦，赌徒夸张，他说要50000多，没有啦，5000多啦。夸张，五开头。太夸张，50块。你今天几点开始播的、啊？我今天8点开始播的。哎、欸，我也是哎、欸，那我迟到了10分钟。我今天迟到1分钟。啊哦！我好像迟到很，今天睡觉。真的、哦？谢谢妈咪，谢谢妈咪的真情哦。哎、欸，没有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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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没有，我看错了，我看错了，它一个一字头而已，1000多块，每一个哦、1000多，那还行啊，对对对对对，很不错哎、欸，是不是不错？果果爸爸，你要去哪里？好了，你把时间留给你宝 B 吧。啊，我想跟你聊天呢、欸。那我们等一下直播完聊啊。直播完聊 ，OK，、嗯、我要跟我的宝贝聊天。对，你先跟你们宝贝们聊。你也跟你的宝贝聊天。哎、欸，那我们去，哎、欸，我想问一下大家、欸，哎，就是怡真前辈现在是在跟宝贝他的宝贝们聊天吗？还是我们现在去跟他祝一下生日快乐30秒，会不会失礼？如果会的话，我们就不去了；如果不会，我们两个去祝他生日快乐一下。哦，可以三个人播吗？不行啊。哦，不能，就我去一下，然后就换你去这样。哦，好啊，好啊。有吗？有吗？有宝贝们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他 OK 吗？我觉得留给他们好了，留给他们啦。好，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遇到他们的话再播。嗯，好 ，OK。那我先这样，我等一下结束再打给你。好，我可能大概播到40分吧，9:40。我大概播到10:30。10:30哦。对啊，相当不错。没有啊，十点，我只不知道10点 ，OK。然后你就会拖到10:30 ，OK， 明白你。不会，不会，你会啊，你今天拖到十。哦，怡真前辈刚有联播，他刚跟谁联播啊？他会拖到11:30，我也觉得他应该会，他可能会播到12点吧。并不会。哎、欸，我要去充电，我看见我手机快没电，天啊，好怕我等一下要手机坏掉哦。好，你赶快去充。好，那哎、欸，那我要不要去祝一下？我一直在思考，我到底要不要去祝生日快乐这件事情。哎、啊，哎、欸，我也没有电了啦。对啊，我刚刚忘记订，竟然忘记充电。有在充了，没有？我想说，我们骑行总应该要就是稍微庆祝一下。对哈、哦，我们骑行总哎、欸。对啊。还有魏雄，还有大师，还有一姐，我说去庆祝一下我们骑行总。好吗？那现在吗？好像可以哦。那我去看一下，我们去问问看他愿不愿意。然后我去住完，我大概5分钟就会结束。好啊 ，OK。拜，那我先去问一下。好，拜拜。Bye、七星总，来，我们来去跟我们的怡真前辈 say 个。人类本性。宝贝，哇！我竟然看到祖祖来，
怕。Hello， 宝贝。宝贝，你怎么有点卡卡？你有我卡卡。为什么有点卡卡？没关系，可以了，好了，算了，算了，算了。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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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跟你说，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哇哇，谢谢哇！那个，我刚刚有人留言说你有自创曲，我有自创曲。他说你有什么自创曲？什么自创曲？我怎么不知道？哇，谢谢你！我今天我不知道。哎，你们刚刚是谁？我看，刚刚是谁说有自创曲的？我有忘记了。我时间有限，我只有5分钟，因为等一下一个果果要来接棒了。接棒？对，还换他要来跟你联播了，所以5分钟之后。什么的？阿乔，我不确定他会不会记得，我怕他会忘记。怎么那么突然？可是我今天本来已经要关了。真的假的？没有想到这样。那赶快传讯息给果果，快快快！宝宝们，快出动出动，跟果果讲好。那我现在把时间留给他。哦，没关系，谢谢你的生日歌，好，生日快乐，哇，谢谢，谢谢猪，恭喜你长一岁，长一岁了，对，好，那我要把时间给果果咯，好，拜拜，好，拜拜，我去洗，快去跟果果说，果果，果果，赶快跟果果讲，果果他去了吗？好，我跟他讲一下。他有在那个吗？他卡住了，他卡住了。果果卡住了是不是？哇，他卡住了，好，太好了，他没唱歌，怎么办？我来兴师问罪了，怎么了？怎么了？二阶胡怎么办？果果卡住了，那我要怎么跟怡真前辈讲？太棒了，他没有唱歌，怎么办？怎么办？你为什么又迟到？我今天有迟到吗？我今天不是很准时吗？我以为我今天很准时，欸，还好你没乱唱歌。吓我一跳，我想说是什么？有，我收到了，可以，我收到照片了，嘿嘿，保存图片，关掉，我怎么关掉啊？我关不掉怎么办 ？OK， 可以，关掉。噔噔噔噔，没有8点准时开就是迟到2分钟，有时候我就迟到1分钟哎。Only one minute， 我刚去哪里你就去哪里，连播笑死，真的假的啦？真的假的，金宝宝，笑死，我们心有灵犀，1点通、3点通、4点通、5点通、6点通，1分钟也一样。没有罚钱这件事 ，no， 罚钱。你说你吗？谢谢飞镖帮我。哦，它香氛蜡烛很贵耶，但很香，我很喜欢他们家的味道。还好没有跟你心有灵犀一点通，笑死，想说串个门子，结果还是一直看到你。哦哦，到哪里都看到我耶，开心。Hello Jane， 哎，大家我还蛮好奇的，我最近有点想要看，就是大家知道 N 开头的那个的那个 App 吗？就是看电视的那个 N 开头的那个 N 的那个网站，大家知道吗？哎，我好像可以讲的，因为 YouTube 可以讲，是吗？是可以讲的吗？嘿，对，是可以讲的吗？嘿，帮你个头。哦哦，二姐，王菲，
大家知道吗？账号给你啊，我有啦，心有灵犀可以先不用，我有我有。重点是，我就想听你念，是可以念的吗 ？Netflix 是可以的吗？应该可以啦 ，YouTube 都可以念了啊，反正就是 Netflix 好。那对那个哎嗯，可以可以吧，应该可以哈。Netflix 呢？为什么我不行？什么你不行 ？Netflix 呢？就是什么 OT？ 那你也不能太，你也太多不，那你也不能念啊。反正呢，就是我最近想要在 Netflix 里面找一些好看的影集，大家知道吗？你就是想要念品牌而已嘛。网飞是什么？查查，网飞是什么？What is 王妃？我先截图下来。什么是王妃？等你被 ban 就知道能不能啦。嗯，你到底是吃了几块炸鸡啊？我跟你讲，他买来大概12块吧，对，差不多。然后我现在吃大概剩6块，我等下我觉得我今天晚上应该可以吃完。他的中文名 ，Netflix 的中文名叫王妃哦，真假的？奈飞、王妃都一样啦。哦，真的假的？我不知道 Netflix 有中文名哎。哦哦，对啦，怀疑哦，对不起，需要这么惊讶吗？竹菜爱多，对啊，你笨蛋，就像谷歌是 Google 一样啊。谷歌是真的有啦，我之前就说，笨蛋哦，什么东西笨蛋哦？他说系统通知主播端网路连线不稳定，造成影像。短暂卡顿，请你见谅。这个我可能不能念哦，查查，我这个念了，我可能真的就被 ban 掉了。难怪会长痘痘。《金智之国的挑战者》《甜蜜家园》推荐这两个影集，谢谢今天大叔。好好好，你到底吃了多少炸鸡变得这么笨呢？可能吃太多了吧？等等，你是真的不知道吗？你说 Netflix 的中文名字叫王妃吗？我真的不知道。你真的小卡、欸、在华人地区外国厂商其实都有中文名哎、欸、我真的不知道哎、欸、我跟你讲你知道我其实一开始也并不知道 SOL 的那个中文是我是到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就是等号这样 Hello 小火龙是本来就很笨这跟吃炸鸡可能没有关系我跟你讲吃落不冠名的林氏是谁我跟你讲，我之前也是一直有卡哎、欸，宝贝。我现在嘞，《怪奇物语》是《怪奇物语》是电视剧还是电影啊？《精致之国》可以，我等第二部。真的，各位，我自己也卡了，怎么办？大家看得到我讲话吗？一哦啊啊！我现在讲话听音音的二吗？谢谢通心粉的 kiss 啾啾，是剧。为什么我自己宕机了？大家是听得到我说话的吗？为什么我自己的荧幕宕机了？我怎么宕机了？宕机。为什么我挡机了？我还是挡机了。我这画面跑不动，看不到大家的字。大家是有留言，大家现在是有留言在跟我讲话，还是没有留言跟我讲话？现在是没有人在留言，对不对？为什么我看不到？什么都看，我全部卡住了，怎么办？可是我不想关掉。大家听得到吗？怎么办？是不是又在留言？我觉得有一点不太对哦。哎呦，好像有哦，有在动咯。哎呦，又荡咯。哦，哎呦，可以哦。英祖第一笨蛋 ，Hello， 黑流星，刚好一出来就是这句话有一点伤人哦，笨蛋主看不到，你们刚刚有在打字的有看到了，没救了，我觉得竹马已经习惯大家吐槽他，你看不到我笨蛋不想理你嗷嗷笨蛋，我没留言，好要一定是什么东西，他被笨台了吧，可能竹马疯了吧，不用摇没关系，好要以前
有规定各国厂商只要在活动登记华哦都要登记华文哦，是从笨进化到蠢了吗？有啊，大家都知道祖是笨蛋，祖祖是竹笨竹臭竹音组第一车草，你是骂脏话吗？我刚差点念出来，留言满满，真心诚意耶。对哦，我是黑流星，好啊、哦，一百分，哈，耳机宝宝 ，Hello 心碎 ，Hello 杨公公，一百分，一百分，还有思源，你乖乖，看看回来会不会没有那么卡了？我正常了，我正常了，我刚刚刷一下那个上面，然后把它往上拉一下，它就好多了。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忽然之间宕机，脑袋有点宕机了。I want to say it now.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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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绝不漏接。Ring a ring a ring. 我哪有骂脏话？跟我去脏话！你骂脏话！画面正常，脑子正常，谢谢 A 组第一超级大笨蛋，才没有呢！我的昵称又帮了你大忙了，耳机宝宝，怡真前我知道怡真前辈生日了，我一直忘记祝他生日快乐。祖祖看剧有讨厌的类型吗？像是恐怖之类。哦，对了，我们在讲影集啦。我不喜欢看恐怖的，因为我会没办法看下去。你刚刚注音打错了，的打成啵了啦，哪一个注音？晚安，威宝宝，我是生日 BOT。英祖不是整团第一大笨蛋吗？大笨蛋是什么？大笨蛋，英祖世界霹雳无敌第一大笨蛋原子组。哇哦，饶舌呢，飞镖 ，rapper 六六六。然后我想要看，我是说飞镖，飞镖打错什么字？可是我想要。我想要看，不是恐怖的影集都可以。我刚刚打完，想说你应该不知道 B O T 的意思。对，我不知道 B O T 的意思，没关系。不要以为鬼故事那个你不是正常，不要以为鬼故事那个不是。哎，大家有看了吗？说到恐怖，同学来了，我记了好几集还没看呢。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我不行，明明没押韵啊。OK， 我打错什么字了？我不知道哎。Hello OPF， 我不知道你打错了什么字，我也没有看到打错了什么字。惊悚的可以看吗？我之前有看《河谷镇》，然后我看了第一季之后我就没再看。那 BNT 你知道吗？知道。biu biu biu 的 ，Hello Danny， 我想看《土拨鼠叫》，我就不能看了。推个斯卡鲁这部还可以，斯卡鲁是什么？推个斯卡罗，哦，斯卡罗 ，sorry， 看推一个斯卡罗 ，OK， 好，斯卡罗。恐怖片看久了就不害怕了，我不敢看。《甜蜜家园》不错，不是恐怖片，是温馨的影集。OK， 好，《甜蜜家园》。推理悬疑的我很喜欢，惊悚就不行啊。推理悬疑可以，这个我可以接受。你看我们每次跟你播多么辛苦吧，多惊悚。主适合看推理电影，我蛮喜欢看推理电影的。斯卡罗公式戏剧目前评价很高，那 Netflix 里面有吗？我不怕熬夜。Yeah， 恐怖的定义，就是看了会啊的那种就不行。有啊，什么东西有啊 ？Hello， 鸡宝宝 ，Hello， 果儿。啦啦啦啦啦啦啦 ，Hello， 金界大叔。耶、yeah ！血腥的你可以吗？like 什么样子？哦，太悲伤的我也没有办法。像我看那个汉娜那一部，我看了以后忧郁了。三个月、哦、还是几个月，一个月还是三个月忘记了，反正就是我那个月都走不出来，我觉得人生无望，我觉得人生充满，就是这个社会充满了黑暗的和黑暗面这样。嗯，人家不是跟我打招呼吗？血腥，请问你说的小金宝，请问你说的是一个饮料还是一部电影？
Hello 主播，哎，你在此哦。哦，原来不是跟我打招呼的部分。血肉模糊可以先观看练练胆子，要看一下血肉血肉模糊的，比如说什么 like 什么。斯卡罗周六公司全球首播，紧接着就是周日是什么？周日下午6点 Netflix 的上架。哦哦哦，好好好好好，那我来看一下斯卡罗，好好好。水啦水啦，什么东西？那一定是竹猫忘记投给你打下去，这样子才会这样子，什么意思？才会怎样 ？Hello Sunny， 我介绍的《甜蜜家园》是韩剧哦。OK OK， 没问题没问题，《甜蜜家园》好，好没问题，韩剧也可以。整村人神经病，迷迷旅客之类的题材，迷迷旅客是什么？周日是什么？周日泰国那种恐怖片哦，泰国片，泰国恐怖片我最没办法接受，我最害怕。我想要看，温馨的，然后励志的，或者是奋斗的，或者是，还有什么类型？武打的也可以，武打的我也喜欢。温馨的恐怖片不行，屠杀的这不太好。但是 ，like 什么 ？Hello， 家君，丧尸的不行，丧尸的我怕我晚上睡不起来。睡不起来是什么？晚上睡不着。那名称听起来不像恐怖片的呢？我们有没有就是稍微就是柔和一点的电视剧？有吗？有吗？武打动作的也不错，嗯嗯，对对对，武打动作的我也蛮喜欢的，或者魔幻的我也很喜欢，对，啊，比如说还有什么，职业型的也可以，杀灭我的爱情吗？香港那种武侠老片呢？我想要现代一点的，就是我想要看一些近代的一些作品，对，大家觉得不错的，就是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梁一莫非吗之类的，这种可以推荐你的只有恐怖片，你都看恐怖片是不是？飞镖杀鹿的 I'm sorry， 杀鹿的 OK sorry， GLEE 是什么？高中狗血青春音乐剧，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什么，我之前那个噔噔噔噔噔，不对，这是 Dream High。等一下，我的听的那个是什么？我以前听的那个，我以前很常每次他们那个，你知道啊？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打篮球，然后低化学药剂的那部片叫什么？天线宝宝，兼具柔美的梦幻，100分。你那是什么？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请缴正音费。对不起，对不起，啥？录的，我有看一部片，有个女孩子被笑到一直吐过手绢。哦哟，啊 ，Go 青春，对对对对，哎，他那个是什么？那个他的那个歌叫什么？不是，我刚刚唱的那个是 Dream High， Dream High， 呐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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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我不喜欢看杀人片，不好看，不喜欢这种，不喜欢。对啊，你要跟你讲一件事情，有个粉丝叫李子酱。看完线上公演被我圈粉了耶，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啦？很类似啦，但 GLE 剧情更八年档一点哦。杀戮杀戮戮戮戮戮戮戮 ，OK 戮 OK 杀戮。查祖祖土拨鼠嘛，应该是找不到吧？找得到吗 ？Hello Ricky， 真的，我有叫他来看直播哦，我有叫他直播来哦，真的假的？他有来吗？毁三观之类的呢？我就说，汉娜那一部我看了忧郁3个月吧，其他的那种可能还可以，像那个30而已，大家知道吗？它是一个陆剧，我就觉得有些片段还蛮好看，应该是给别人圈走了吧？Hello Ricky， 遗物整理师这部要遗物整理师我看完了，先不要，他耳膜先保护一下。但是遗物整理师它的步调有点太艺术片了，我看了前面2集之后呢，我就直接看最后一集了。咳嗽了你，我看吓我一跳，你确定吗？这个是那个吗？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治疗室的那个吗？是吗？小硕
这个你确定我念？你确定我念这个？这个我不会来来吧？会不会被ban掉吗？我推荐挂保证，你一定会喜欢。好，你适合安逸题材。竹马有说话吗？那你觉得这个好看吗？小说？我好像知道你在说哪一部。大家，竹马有话要说，好，应该是吧？那不是蛮红的吗？嘿嘿嘿，对对对，包奶员，嘿嘿嘿，对那部。但我觉得我打中文你也不能念，对，就是中文、英文我好像都没办法念。我的咖啡色钱包有在家吗？我来看一下，是不是被我带走？没有，没有，没有，妈妈，应该是在，我想一下哦。桌上有吗？抽屉里。公司有吗？我想一下哦，猪猪再找一下，没有，没有，怎么会没有？没有呢，哎呦呀！哦哟，你吓死我了，妈咪！啊，吓死我！有有有，找到了，找到了！我看到你们说虚了啦，吓死人了！好哟，幼稚哎，你们很幼稚哦。你们很幼稚呢，几岁了？跟我说几岁了，还玩这种小朋友呢？嗯嗯，说啊，嗯，你如聪明人欺负欺负祖祖这种 hello， 三岁怎么了？三八可以，可以啊。对啊，对啊，就幼稚啊，对啊。最近有没有洗头？你有啊，当然有啊，最近有洗头。哎呦，谢谢通心粉追踪，好可怕，我三岁哦。OK， 可以可以，好可怕。对不起，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让我的宝宝们年心的，就是下降了，怎么可能？好舒服啊！我宿睡是什么意思？宿睡是不是？我宿睡啊！你今天吃完炸鸡已经超油了。我今天礼拜几啊？礼拜三。我今天要不要洗头呢？好懒哦，还是我明天再洗？今天要洗吗？不太想洗。还是不要洗。什么要不要洗？干脆不要洗好了，臭死了。竹妈玩笨蛋。所以竹妈刚刚怎么了？刚刚没有看到荧幕。竹妈在找她的那个。我三岁。OK， 一百分。你今天吃？你干脆连澡都不要洗好了。要，我要洗头是不是？要。呀、yeah ，
不会亲吻乌鸦，就像我给不上星空下的他，时间怎么就走到了晚霞，我们笑着说没有办法，白鸽不会亲吻乌鸦，爱的故事就要海鸥来回答。不找竹马处理你咯，我知道你这是三的意思吗？中勋，中勋，这太难了，我看不懂这个果字。宝贝过儿要你骂他，真假的？过儿过来，让我骂一下。你好，我是你的粉丝。真假的？谢谢秀一宝宝是中啊、哦，原来黑流星，黑流星是幻影战士是吗？真的是哦，烦呢、欸，我走。哦，不用犹豫啦，冲洗头就不是你会决定的事。妈说要，你等一下就给我去洗哦。是我等一下因为去洗头的，宝宝们，那个是念撒 ，OK， 撒睡，我撒睡 ，OK， 一百分。烦呢、欸，现在才发现，好呀，我被你骗了两天，这是输，我真是输了输了。只要你相信它是流星，它就是流星，没有问题，它是黑流星。它是黑色的流星，请矫正音费 again， 撒碎一百分。我可能不是正音费吧，正音班，我可能是国文班，国文课上国文课。谢谢耳机宝宝的国文课。听说你星期一把黑流星认成是我。哦，黑流星是黑流星，我是黑流星，又是幻影战士，是不是？眼睛很大哦，撒是三十的意思哦，所有语言都不行哎，我可能脑不行，我觉得我最近脑有点不是很行，我最近在提升我自己的状态，对对，我想多看一些作品，然后多学一些中文、英文、韩文、日文、泰文都不行，什么时候忽然之间出现了泰文，头皮都营养到开花花来，是别洗了吧，可爱的开花花。开发发，祖祖没救了，没关系啊，你我可以，你我可以。什么什么什么，你我可以一起走陌生的街头，你我可以。哎，大家知道这首歌吗？三外地沟，不是啊，它是中文不行而已吧？我不是都不行吗？什么回忆啊？这是什么歌啊？我不想听这首歌。这是什么歌啊？那一刻心动，我们来听听看。潮汐恋上月亮是什么？0321。听听看，少讲一个，台语也不行。你要说没关系，我日文好就好。没关系啊，我日文好就好了。台湾国语可以啦，台湾国语哦，台湾国语是不是 ？Hello， 思源。不聊了，我在路边喂蚊子了。好的，加油，飞彪彪，日文90分呢。哦，我跟你讲，哦，小看我。小看我，你有再说一遍呢、啊？我们来听 Dum Dum。Dum Dum， 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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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也不行的，怕就了。哦，脖子痛。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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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就是闸波，这闸波真的有问题，很怕飞镖腿吼。可以下个月啊，我觉得下个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あなたのに
你韩国吗？你韩国啊？ではありません。是这样吗？退款了，退款了，下个月可以啊，我买半。不是上个月吗？看看这句要读多久，果然90分诶，日文掰。这是什么木树芽吗？这个字是这样念的吗？被呛了都不知道，念对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噔噔噔噔，我只知道什么日文什么不行什么。木素牙吗？还怀疑啊？中文也掰，不说了，我要骑车回家了。好，拜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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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哈多。对啊，就是那个意思。可是中间有一些奇怪的中间的小小的字，我就看不太懂。Hello， 曼沃，怎么了，耳机宝宝？为什么要捂嘴巴？没关系，我知道，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自己日文不好，你的语言不好。脑子也不好，是不是？哎，大家九月要来看我们公演哦，好吗？祖祖在撒娇中吗？啊？Hello， 卡拉，我朋友在忙，宝贝，他要我跟你说公演超棒哦， oh， 谢谢宝贝，但我拒绝。刚刚得知未证实消息，你在跳白色情人节的时候出现幻听，幻听，我在跳白色情人节的时候出现幻听，是什么意思？我会讲台语哦，猪猪，衰杂啵，我以为你要我说潇洒啵，吓死我了。公演好，我先交代一下，欲哭无泪，精神崩溃，再加物美正损，可以不要再更新了吗？大家不要乱讲哦。谢谢回回的粉玫瑰，不管什么宝宝们都知道我的这些奇奇怪怪，一定就是你们。哦，他穿这身衣服好看哦。Me a troubles in your eye, me myself in my。你干嘛这样欺负过儿？我没有欺负过儿，是潇洒宝吧？你是多潇啊！100分！我想要去吃鸡腿了，大家。Hello， 金城，我差不多要关了，我好像有一点点想睡觉了。大家晚安。猪猪睡嘎睡嘎哦，猪猪睡嘎，是啊，那我来念榜吧，我要谢谢宝贝们了。去吃鸡腿，第15名花生宝宝，第14名甩泥宝宝，第13名西恩宝宝，第12名 WZI 宝宝，第11名迷你猪宝宝哦妈妈，第10名晴晴宝宝，第9名小蛋糕宝宝，第8名嘎宝贝，第7名周莹宝宝，第6名博成宝宝，第5名薛一宝宝，第4名信宝宝，以上嘟嘟嘟嘟嘟。
第三名脸龄保护队宝宝，第二名耳机宝宝，第一名萝卜尖 s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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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o， 等等等 s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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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o， 哪有这么早睡才不信好吗？我等一下吃完鸡腿，我就要准备去睡觉。我明天有重大的事情要去做，居然叫竹马宝宝失礼，竹马加法伺候，不会，竹马会很开心，他想要当宝宝，他想要当小宝宝。Hello Lacoste 是吗？比肉肉肉肉肉肉肉，他100分，英文好棒啊！好饿哦，我要去吃饭了，我也是，我要去吃宵夜了，大家晚安。谢谢大家今天来陪我。竹马也是宝宝团吗？竹马是想要当小宝宝，他想要当 baby 的那种。噔噔噔，宝贝，朋友说你露了头很可爱，他很喜欢，真的假的？谢谢宝宝的宝宝的宝宝的朋友。哎，那这个你看啊，我跳舞以后就可以这样甩头发。还吃宵夜有死你，好啦，快去吃，帮我留一条鸡腿。好，好，油喷到我了，他也想当我宝宝啦。好，没问题，等他有空来当我宝宝。拜拜，现在是脖子痛啊。好了，我现在真的有点想睡觉了，大家晚安。谢谢大家今天推荐我这么多电视剧，我来可以来看一下。离开，不掰，拜拜，社会摇。袁总在夜总会。15分钟，煮煮。好，拜拜，大家晚安，爱你们，啾咪，拜拜。